对。哎，Action。近期瞬间爆红的感受。是我们最近可以看到说我的名字已经变成一个素材，甚至变成一个动词，那大家用这样的方式进行二次甚至三次的创作，我都是非常乐观其成。你觉得我今天穿的怎么样？我觉得作为 BLC 电视台的这样的一个招牌啊，我觉得您的这个服饰包含您的帽子都能够充分展示出贵电视台 BLC 的一个精神。对于拍摄时尚照片的想法，我觉得这是参与一个共同的创作，那把我自己当做一个像是画布或刚才讲的素材库这样子一个做法，我觉得这是相当有意思的共同创作的一个行动。那也很高兴柜台愿意用 CC 授权释出，让大家用二创三创的方式继续去变化这些素材。您认识这些超模吗？例如 Gigi Hadid、Bella Hadid 来照片。好的，梭哈。您能辨识出哪位是安娜温布？感谢这位您对我的这个时尚界的这样一个类似像是导论或者是一个最基本的通识的一个课程啊，那我会很认真的学习。没关系，显然没有蕊过，就是无所谓，就把它当作蕊吧。哎，又不是直播。因为疫情，你觉得时尚产业会有什么影响吗？或是改变吗？我觉得疫情让大家彼此关心的成分增加，然后好像是把对方比下去的这样子一种动力会减弱。那所以我们透过像永续时尚等等的方式，让大家透过疫情的这个时间来更认识这个环境跟生态，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方向。到荒岛不能没有的三样东西。到荒岛不能没有三样东西，就是空气、阳光跟水。给人生找不到方向的人一句话。万事万物都有缺口，缺口就是光的入口。五本影响您人生最深的书，那当然就是重编国语词典，当时叫做闽南语，现在叫台语，的常用词典，客家话的常用词典，包含阿美语在内的原住民族的词典，那以及当然接下来相信大家都知道的关于台湾手语的学习的课程。您认为纸本的未来是什么？我觉得纸本的未来就是数位化，当每一张纸它都可以同时显示出影音，而且又同时可以接受你的手势或笔的输入的时候，那纸跟荧幕的关联就变得非常的密切，不会再有纸跟荧幕的区别，而是纸就是荧幕，荧幕就是纸。您的理想型？我的理想型哪一个型啊？就是您OK， 我的理想型那当然就是人形啊，相信主播您也是一个人形。如果可以穿越古代，最想变成哪位历史人物？为什么？如果能够穿越古代的话，那我并没有觉得特别想要成为哪一位历史的人物，相反的，我会想要穿越到有人类以前的状况，因为那个时候是没有历史记载的，所以我会比较想要知道当时的环境到底如何。请问您有留过刘海？有。那不好意思，稍等我们一下，因为这里是没有蕊过，所以我们现在要还原一下现在当时的状况。马上一秒钟，让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你有留刘海的状态。那你待会可以问他说，您觉得看起来怎么样？像这样刘海怎么样？哎，我看到您也露出了赞许的笑容。我们拿去再等吗？不用 tag， 就是下可以。好的，等一下。好好。您再帮我位置跟台位。好嘞。来准备，三、二、一，来 action。像这样刘海如何呢？哎，我看到您也露出了赞许的笑容。非常有道理呢。
非常有道理呢。您说的是，嗯，好的，好，先开一个，好，先拿掉，好，先开一个，然后往下，等一下往下，拿掉往下，好，先整理一下。您的座右铭。万事万物都有缺口，缺口就是光的入口。您买过最贵的精品是什么？我买过最贵的精品大概都是电脑。给怕被新数位环境淘汰的职场中年人一句话。数位指的是我们这些科技人要来配合社会，不是要社会来适应科技。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上次有切洋葱的时候有哭过。可以对镜头做喜怒哀乐的表情吗？请问是对哪一个镜头？对着我的双眼。你的双眼又不是镜头。喜怒哀乐，非常谢谢你。没有问题，我也看到您回应了我的表情，您表情非常丰富呢。给 Z 世代年轻人的一句话。万事万物都有缺口，而缺口就是光的入口。您有刺青吗？有。可以秀给我们看一下吗？在后面脖子上，就是 Neo 连接那个光纤的同一个地方。从以前到现在，对自己最自信以及最没自信的地方？我觉得我最有自信的地方，就是我在睡前，我只要把看过的东西都能够放在视觉印象里面，我醒来大概就会整理出一些共同的价值。我最没自信的地方，就是我如果睡不够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去充分的消化前一天所接收到的资讯。虽然聪明，但遇到行为逻辑跟大众格格不入时，怎么处理？相信这个您也很有经验啊。如果大家觉得说您所穿的这一套 BLC 电视台的衣服或者您的帽子配件跟大家格格不入，我看您也是非常的淡定啊，就坐在这边，并不特别在意众人的目光。我想我要跟您学习才是。平常喜欢吃什么？我最喜欢的食物就是脂质、蛋白质还有碳水化合物。你有办法用脑波让我站起来走路吗？当然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我现在坐着，而您也坐着。如果您想要站起来走路的话，那应该是由您的脑波联系到您的运动神经元才对。那谢谢，很高兴采访您。那我们想要来一个 爱的拥抱之类，那是要站起来还是什么？你的镜头怎样取消？那如果现在是？比如说刚才最后一个结束了，对你跟他握个手，过去跟，比如说过去跟他抱握手，然后你可以把他抱起来，然后往镜头远方走，可以吗？确定真的可以？对对，他没有办法站起来，他会是这样，但他是固定的姿势。OK， 来，您先帮我坐下，然后开始说往前移动，好，就是这样，然后把握手。好，感谢您的访问，我们可以握个手。那接下来呢，说要往这边移动，那我们就一起来往这边移动。好，那我们就跟荧幕前的观众朋友，这个道谢，谢谢大家的收看，谢谢，好，拜拜。好，看。